起来欢迎 Oshimo-san Welcome。 在今天相信所有的悍将家人在进场时都有领取到我们悍将以及普利斯通为各位准备的联名手拿扇，以及在赛前二楼主视觉墙前也有丰富的摊位互动区，欢迎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哦。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更认识全球第二大轮胎品牌普利斯通，一起来掌声欢迎我们资深经理 Oshimo-san， 欢迎。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各位晚安。好的，马上我们就要来请经理来跟我们简单几句来介绍一下普利斯通这个品牌好吗？はい。ブリヂストンは日本生まれのタイヤブランドで、90年以上の歴史を持つ世界最大のタイヤブランドの一つです。普利斯通是一家来自日本的轮胎品牌，拥有90年以上的历史，是全球最大的轮胎品牌之一。最高の品質で社会に貢献するというミッションに基づいて、高い品質と幅広い商品ラインナップでお客様一人一人のニーズにお応えいたします。普利斯通自从创立以来一直本着以最高品质贡献社会这样的企业理念，我们希望以高品质以及多样化的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求。ぜひブリヂストンの販売店にお越しいただき、私たちが自信を持っておすすめするタイヤを体感してください。我们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普利斯通的轮胎馆来体验一下普利斯通充满自信所推荐的产品。好，那么相信大家都一定要来接受我们经理的邀约一起去体验一下。那想问一下经理，这一次代表品牌那么要来开球，现在刚刚在练习完之后准备要开球的心情又是如何？初めてのことなのでとても緊張しています。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开球，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紧张。但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帮你加油的。楽しんでこの後ファンの皆さんと一緒にガーディアンズを応援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我想要今天好好的享受在这个比赛当中哦。那我也希望呢各位能够与我们一起来支持富邦悍将队，加油！谢谢，加油！谢谢。好，那我们马上就请栗子来帮我们递上手套给我们大岛圆圆经理，那么也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开球捕手，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投手张毅。好，我们让张毅就定位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倒数 3 2 1 play ball。 好，漂亮的好球，一起来为悍将今天来开球。再一次感谢我们普利斯通品牌的资深经理大岛月彦先生，来一起跟着我们 Frank 还有张毅来看前方哦。看前方摄影师，